大家好，我是徐哲伟。今天要教大家说的客语叫做“流口兰”。流口兰就是流口水。譬如说，我看到一个好好吃的东西，我就会流口兰，流口水的意思。来，跟我念一次“流口兰”。这是今天教大家的生活客语。下礼拜还有更多好玩的教给大家哦。